我小时候经常头痛，然后呢，就还吐，头痛了，有时候一躺躺在床上好长时间。然后去年呢，又在一个人路过我那边，然后我就头痛了5天，我每天都排，然后每天都，后来就知道了，原来同那个没有关。我这现在才知道我小时候是怎么样的痛法啊，小时候怎么样的痛法？哎，一个很刺心的，人过来了，来过来了。来过来像飞的，就那个我们看到海尔兄弟的时候，一个图啊，就这样，他握在那边的手啊，就伸过来了，伸过来，啊，我额上一摸就痛了呀，一摸我就痛了呀，一摸就痛了呀，一摸就痛了呀，一摸就痛了呀，然后天上我看到好多飞碟，飞碟啊，过去一个，然后过去一个啊，那个然后又过去一个啊，然后又过去一个。然后又过去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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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上面都是这样一个人呢，就像那个像游泳一样的一个姿势，伸在那边，摸到我的额头，天上有飞碟在飞过，说两个都跑了，两个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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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跑了。两个人都跑了，啊，这两个人都跑了，两个人都跑了，两个人都跑了。然后这边感觉有人在打电话，在打电话，打电话，这样像那是手摇电话机似的啊，定向的打电话啊，是吧？人是找到了，两个人不找到了，两个人不找到，都在地球上了已经，都在地球上了，都在地球上了，大家都不回来了，大家都不回来。后来一查档案呢，哎，一个人是有任务过去的，另外一个是自己不过去的，自己过去的啊。自己不行，那就那也没办法了，那就只能让他们在地球上那个让他们在地球上只能让他们自己相依为命啊，让他们自己想办法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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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这个我们也不知道怎么能帮到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帮到他们啊，哎，怎么也不知道怎么帮到他们，哎，总体来说那些飞碟。哎，后来，总体来说，这个飞碟很少打扰到他们，哎，很少打扰到他们两个人，很少打扰他们两个人。当然，那个他们之间呢，很少，当然一个躺在那个一个小孩子躺在那个另外一个好像大人模样的摸过去，就是一个在人间，另外一个还在天上，哎，很多的问题是他们之间纠缠引起的啊，他们纠缠引起的，小时候的痛啊，是他们纠缠引起的，哎，是一个手伸过来引起的痛，这个痛呢，同天上的飞碟关系不大，同天上的关系，天上的飞碟关系不大，同天上的飞碟关系不大，也那时候也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太大的事情要找他们，有太大的事情要找他们，反正把他们放下，早就放到地球上了。早就放到地球上了。到地球上的问题就是解决，地球上核污染的问题，解决核污染的问题。而解决核污染的问题呢，那个天上也没有找到好的办法，天上也没有找到好的办法，所以呢，他们基本上就放在那边，也没有太大的要处理这个事情。所以偶然那个飞碟路过的时候往下看一下，也没有什么事情要做，也没有什么要交代的，没有什么交代的，反而那个人呢？手伸过去的时候，摸到额头上来引起的这边的疼痛啊，哎，是他们之间的问题啊，他们之间的问题，同那个飞碟不没关系，同飞碟没关系。好，再见，再见，再见啊，再见，嗯。